石碇东街、石碇西街分两边。嗯，这边比较老啊，这边感觉这边是真正的老街。哎，对，这边真正的老街，对。你问疫情哪里来？哦，这样子哦。嗯，有认识的朋友在这里、啊。你问定啊？哦，我做边啊定啊，我从中高尾走山里家。哦，安尼哦，哇，赞。那现在咧又让转啊，还在哦。对。那个山现在用来做什么的？啊，吃火菜，拢荒废掉。对啊。伊无人会晓做啊。隔壁也有车。很多人呢。隔壁车子。我们坐这里好吗？哎，坐外面也可以啊。来，我坐外面。坐这里啊。好，我坐外面。两个一组。好啊。我们两个一组，我们两个坐外面。坐外面。我跟。